大家好，我系死佬，死佬今日又嚟打机机啦，我哋继续玩翻怪异症候群二嘅夜晚嘅三，唔系晏昼嘅3:55新星村啊，今日应该系第三个故事啦。冰室，喂，冰室啊，边个啊？咦，竟然去翻呢个地方咧，无啦啦我自己搞咩啊？盯住啲枪周围掹，有个比卡超啊，10万福德啊！O.K. 點解突然間行得咁慢嘅？同埋喺呢個地方無啦啦話嚟就嚟嘅呢個地方啊！同埋我係掹到槍嘅，啱啱唔知做乜啊！行快少少好冇？妖樹！哇！有鬼怪！點解火屬性嗰啲咩？之前有地獄火焰獸係咪啊？做乜暴龍？繼續出嚟啊！有鬼啊嘛！我唔驚你，又比加超啦嚇！呢個係咩世界啊？你究竟？点解数码暴龙同埋宠物小精灵会合并埋一齐？诶，跟住湖嗰度有啲嘢，咩嚟嘅咧？出嚟！诶，又有啲怪物嘅声，跟住有一个好安详嘅样，点样样啊？真系啊！通关条件到达墓地啊？通关条件即系点啊？又改变咗游戏嘅地方啊？吓，我唔明白我而家又有雷声啦！好在佢呢个雷声唔系好大。即系玩嗰啲恐怖 RPG 咧，好多啲雷声大到滚啊嗰啲啊嘛。OK， 行呢边系，真系行呢边。咁我哋通关条件去到墓地，但系无啦啦要咁样有通关条件，即系有怪物定系点？即系 save 唔到喎。佢弊家伙被困住咗喺呢一度，系咪有北？哇！跳得咁奸嘅你，咩嚟噶呢只？小心啊，后边啊，冰室！掹枪白佢，唔准备放过我啊！吓、啊，哇系，犀利，推咗佢去无尽嘅黑暗嗰度，跟住后面又出现翻，系咪？悬崖真系好危险，留喺呢度向下边落去。最大嘅问题系我 save 唔到，咁唯有向下边落去啦吓，落、啊、去。呢、這个叫悬崖，会唔会太唔悬咧吓？定、啊、系本身有张缩图，但系唔知点解显示唔到，我咪跌死咗。冇事，福大命大，你睇下呢只怪物同我同等咁高啫，我都可以跳起避开呢啲咁嘅悬崖湿碎啦，真系。OK， 继续行，咩事都冇。诶、欸，哇，咁多只嘅，好多只龙夫守护怪物，哇，黐线啊！会跑得咁快，我点打啊？食你嘅屎，掹枪打死佢。仲有另外一只，唔可以俾佢行到落楼梯啊！行到楼梯度，我哋要快过佢。死啊！哇，打两下就死，完全唔够打，超难搞喺度。咁点解点？继续游戏梗系啦吓，你冇得俾我 save， 你唔系唔俾我继续啊？唔通要用潜行？边可能潜行到啊？呢啲唔好玩啊！你掹枪打佢，哇咩啫？哎，顶你个肺！打咗我两拳先，俾佢入水井补一补先。啊，杀完一只过一个场，唔知会补血咧。嗰、那、一個長隻怪物會生翻出嚟咯，我覺得頂你個肺啊！重嗰啲 friend 唔得啊，俾人打三下你就會死啊！即係一定要打死佢。廢話，唔係一定要唔扣血打死第一隻，咁我先有機會有資格同人搏第二隻。分翻啲槍出嚟，重你個頭咩重？一隻啊，扣咗一滴血，仲有冇機會咧？唔到佢先，哇唔得，要点样打呢？应该去到边嗰度等佢过嚟，跟住直接崩死佢，定系真系唔好惹嗰只怪，唔就咁行过佢，应该唔会打我。哇，重，对唔住，我走，你赢 ，OK， 掹翻啲炮先啊，过一过场掹翻啲炮，死你！喂，解掂一隻无伤，做得好啊！等下一隻过嚟，等佢过嚟。OK， 喂，快啲啦，大佬啊，唔好嘥我时间好冇？咁样搞发光我好蚀。系啦，行啦，呢边，啱啦。好，喂，你醒下啦好冇啊？行过去咁难咩？真系，行啦，唔该。啱啱明明去到门口边，你都唔识转一转个弯。阿抄你，诶，得啦，
喂呀，唔好咁乞衣啊嘛，又冇得俾我 save。系啦，嗱，你过嚟啊，农夫，有萝卜啊呢度，佢唔系猪。系啦，真系差唔多啦，差唔多，我 feel 到。OK， 过去啦，好唔好啊？你咪见唔到我啊？诶，嚟啦嚟啦嚟啦嚟啊，落嚟啦，快啲啦，啱啊，落嚟啱啊，死你佢，死怪物，哼 ，baby。OK， 唔会有第三只啊嘛，第三只我讲粗口噶。OK， 冇嘅，但系话嚟冇碑嘅，咪嚟咗咯。咁有啲咩啊？诶，自动喐系咪啊？冇剧情发生，又话又嚟完墓碑，我而家咪嚟完墓碑咯。好，俾人呃咗，继续行呢边啦。咁我哋其实可以唔使打只怪物，直接冲就得噶咯。可能好，问枪啊，猎击佢。哇、哦，重重重啊！你喂，杀咗佢。哇，好在杀得到啫。啊，着翻件雨衫先，系咪咁样落雨湿湿？啊，呢度系咪有得行？冇嘅，入去入边睇一睇。诶，搞乱码终于到。通关条件达成，如果唔达成嘅话，你咪暴玩 game over 我啫嘛，使乜特别落一个通关条件？我真系唔系好明，即系纯粹俾个目标你行系咪啊？琴日谷川警察局特勤科，又系你四条友，点做乜嘢？好耐唔见啊，好耐冇见到你个苦瓜干咁嘅样，唉。事态已经好严重啦！发生咗啲咩事啊？连续嘅目击数据显示，最麻烦系怪异嚟啦。唔会嘅，已经系一般唔会啩，已经系一般嘅民众嗰度个口里边传过嚟。我直到啱啱为止，一直觉得呢一个只系传说，系人为捏造嘅啫。看上去身形高大的女性，白色的帽，连身裙，你们有没有头绪啊？裂口女？点啊，这个我知道啊，你知道？竟然会，那是什么呢？这个你知道，跟着又不出声。Chatter 3，啊，不是 Chatter， 是但啦，八寸仙。八寸仙是什么来的？啊，即是很细只的那些东西，是不是？八寸，八寸都不小，八寸都。八寸应该好大件添，反而唔系细。八寸仙啊，八仙岭啲 friend 啊，系你知唔知啊？你唔知道啊？我以为你肯定会知道添。即系听个传闻，冇谂过系真实存在嘅嘢。系啊，呢个八寸仙据说系被封印喺某一个村里边嘅神仙嚟嘅。最近呢几年封印都好似被解开咗。传说是因为被村的结界的地藏菩萨像破坏了的原因是，然后八寸仙的传闻就开始到处流传了。虽然是被称为神，但是就是那些喜欢作祟的东西，因为日本呢就算是妖呢都是会称为神，即是 跟中国是有点不同，即日本很多不同的神，但其实他们本身是妖来的，不过只不过是人没有能力可以解决，所以就将他们称为神，跟住就将啲贡品贡俾佢啊，啲人啊咁样嗰啲，系做嘅事同其他嘅怪日根本就冇咩区别。据说中村长官嘅提供情报，佢就系我哋前往嘅新星村啊，佢就喺。但呢个机会，八算先喺之前完全冇案例嘅怪物嚟噶。咁即系点啊？我发现咗新嘅案例，我咪会升职加薪娶白富美，系咪咁样？嘻嘻 ，OK， 又要 save。点解要即时 save 咁过分？因为你咁样好耐都冇 save 啦。啊，系好下一个地方，八寸仙啊，唔系新星镇。对唔住啊，可唔可以俾我去洗手间啊？去啦，你都闩咗门啦，我冇出声。等我一阵啊。好啦，我翻翻嚟啦，因为个口有啲干，所以去饮水。佢去咗边啊？又话喺厕所屙咁耐嘅。我屙到我饮完水都仲未嚟，小毛仲未得啊？应该系啦吓，有啲可疑。小毛零零舍舍自己走咗佬吓，太可恶啦！唔紧要啦，我哋都周围行下先。咦，有个地藏王菩萨个像，摆一摆先，放喺村子边界嘅守护神啊。假如嗰个咩八寸
真係因為靈異感染而出現新星村嘅話，我哋兩個唔係同去死有咩分別啊？所以佢突然間諗起呢樣嘢，因為冇案例，所以佢自己都驚係咪啊？今日集開始咧，佢係完全唔俾你 safe 咯，勁過分咯呢件事啊！唔好無啦啦刪呢個先個 safe 模式好唔好？落小雨啊！做乜嘢事？嗰日都系落住咁样嘅雨啊！边个嚟噶呢个？好似旧时啲同伴咁样。其实咧，《怪异症候群二》咧，充其量我觉得系叫冰室故事集多啲咯吓，即系完全都系冰室嚟，即系讲晒冰室旧时啲往事啊咁样。多过系继承嗰个，即系佢嘅时间仲系喺《怪异症候群一》嘅之后，但系其实佢系，我觉得系专门讲。呢、這個不需要特別可能嫌疑嘅咩咯，不過算啦，冰室大受歡迎，應該好多女 fans 中意，所以係咁。嗰、那個靚仔明明馬上就到村口入邊噶啦。OK， 即係點？我哋而家咪唔好理佢，直接走。哇！咩事？小毛發出咗啲事，唔通俾人咬啫啫？嚇、啊，係咪咁樣？定係你啫啫畫蜘蛛怪？嘻嘻嘻。农民，你唔好乱嚟啊！我见到啲农民咧，我又谂起《死魂曲》嗰啲样子。小毛，冰室大哥，嗰只系咩嚟噶？哇！你又识咧？我识跳跃能力过一个二个捞吓，跳跃 level 10嘅喎。帮我过去救佢，点样过去？有条藤喺度，行条藤过去。诶、欸，跌咗落悬崖嗰度。小毛，冇可能噶。只怪物喺度，系咪佢想推我落去？小心啊，有怪物！呀、啊，哇！一个二个咁易俾人推落崖啊！真系好似死魂曲嗰啲人咯，唔知点解见到啊！通关条件从山道中逃出去，又嚟，好难搞。OK， 是但啦。唔系喎，呢个真系死魂曲嗰个设定嚟噶。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，屌啊！仲未调查清楚。呢、這个肯定是怪异，冇错。小心啲前进啦、啊！哇，又行得咁慢嘅、啊，突然之间。佢系仿死魂曲嗰个设定嚟嘅，啲就系啲村民啊。哇，咁多只嘅，避开先，掹定炮弹先行过去。杀咗嗰只先，重重重，哇！点打咁多只？黐线啊！唔得咯，定打唔赢咯呢度。好难打啊！呢个位置，俾条山路嚟行下得唔得啊？而家咪唔触发佢，避开啲人，打唔到啲人就有次序，佢哋应该唔会追过嚟。我哋慢慢行，应该避开。系啦，果然有守住嘢嘅地方，有条锁匙，一路铁丝执唔执执啊？呢个铁丝 ，OK， 系咪喺呢度行啊？铁丝网唔系喎，睇嚟啊，行后边先。不断有听到啲笑声，好烦唔烦？行慢都行唔到啊！呢度都，即系点都要打啲怪物啊！隔篱咧，电流盘，诶、欸，用铁丝打开吓，成功俾我阻闪闪流闪，我真系好难留意佢嘅判定系点样，有个开关开啊！诶、欸，油灯，哇！重，小心，地方浅窄就啱啦吓。OK， 系避开咗。其实系咪可以唔使打佢都得噶？咁、我唔知喎。有张床，嗰度后边有啲闪灵灵嘅嘢。腐烂嘅苹果，尽快掉咗佢啦！你唔好八卦人哋，唔使碗咁啊？点啫？都系唔好随便喐比较好。OK， 放住啲工作服。发出讨厌嘅气味，唔系好想接近。发光嘅嘢咩嚟噶？铁闸嘅锁匙。O、OK, K， 即系点？其实我都要打死嗰只怪物，定系唔使嘅咧？我喺度谂，应该可以唔使打。啱开灯，其实可以引佢过去，跟住我自己偷偷地行，应该可以搞得掂。不过是但啦，希望我继续可以过到其他关。诶，继续自己行啦，跟住有剧情发生。冰室哥哥，啊，呢把声系？边个？点解啲机械美琴你会游响度噶？
你喺度做咩啊？冰室哥哥，冰室哥哥，你个蠢蛋，快啲过嚟！哇，咩嚟噶？八寸仙、巨人族、七支大嘴，你冇听我讲咩？唔好再搞啲咁嘅嘢啦，就唔理你啊！再搞呢啲嘢 ，OK， 咁我行啦吓。咩人嚟噶？走啦吓，佢又企定定喺度噶喎。点啊？最近睇紧《七支大罪》几好睇喎，漫画唔系动画，推荐大家睇。不过应该好多人都睇，我睇漫画睇得好迟，见佢出咗百几集我先开始睇。OK， 有啲咩喺度？剧情有一次发展，佢又知道我同美琴有关系嘅。八寸仙啊！啊，嗰只嘢据说系出现喺新星村嘅，仲话所有嘅村民都被吓走咗。八寸仙是什么来的？街头巷尾的传说之一啦，是平时是很久以前在某地出现的怪异。虽然看起来是个女性，但每个人所见的样子都是不一样的，特征非常明显，混浊的笑声，同埋八寸，即是大约2米24cm 的高。此外，只是对年轻的男性作祟，好像八寸仙这些这样身材高大的女性，在灵异事件中是不少见的。有穿着红色衣服，有双眼附近全部搽上黑色，大部分都是代表女性的怨念。但八寸仙以外的是个例外，它是从很久之前就存在，恐怕在人类诞生之前。哇，你怎样判定人类诞生之前？我想问一下，这个真的很搞笑，即是有传说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类似是诅咒之神那些东西，不是落色，类似诅咒之神那些东西啊？神？它不是这么崇高的东西，它只是一只怪物，因为过来的人被它的力量震慑，所以将它加了仙这个称呼。本质上仍然只是一个怪物，是啊，应该是仙啊，不是神，即是狐仙啊那些呢，都是加个仙那些，控制不到 ，control 不到，是咪？咦，又有得 save 啊！每一节佢又一节一节咁样嚟啊！咁睇嚟我哋玩完下一节，应该都差唔多要完咗呢个咁样，即系照计啊，唔知道，因为佢冇得可以乘住个 save 咧，我就好难 control 到其他啲嘢。我已经知道呢个村出现八寸噶啦，但系嗰啲黑影系咩嚟噶？嗰啲就系因为八寸而影响而出现嘅，因为呢度诞生嘅灵物，使得一草一木嘅记忆全部都混乱啊，最后就变成咁大只啦。我唔系想闹你，你就喺度好好咁样留喺度啦，留到八寸先佢安静落嚟再出去啦。但我呢攞嚟呢度嘅系收声。你咪想好似啱啱嗰只死小鬼咁样去死啊！老夫全部都见到啊！你带嚟嗰只咁嘅僆仔啊，喺拍壁崖嗰边跌咗落嚟啊嘛！小冇佢，老夫系唔会放佢出去，老夫系唔会放你出去噶。你可能已经被八寸仙迷住咗噶啦。总而言之，你先翻去我帮你准备嗰个房间嗰度啦。嗰度已经堆好咗盐巴，你就喺嗰度好好咁休息一下啦。OK， 哇，呢个方丈份人都几小气喎吓，讲两句，搵日记本，竟然系搵日记本。啊，呢个寺院都有啲古怪，会唔会系咁？即系佢嘅仿死魂曲嗰个玩法，跟住去到呢一 part 咧，完全睇得出通关条件咧，呢个系一定系咁。OK。又是冇得 save 嘅，非常之好啊！呢个作者其实应该试咗好多新嘢，佢想转一个新嘅 RPG 嘅形式啊，我觉得不过有啲难，即系对于唔安心咯呢件事啊，即系对嗰啲冇得成 save， 不过佢都好好嘅啊 ，Game Over 至少俾你好简单咁样就可以嚟个搵日记，哇！吊住啲咁嘅嘢，咸鱼干嚟噶，一串巨大嘅摇铃铃铛啊！又有盐，周围都有盐，盐堆。如果防灵效果持续好长嘅话，你话几好咧 ？OK， 喺边度揾佢个日记出嚟啊？吓，
方丈份人喺边度？诶，方丈喺度，方丈，碟做乜嘢？做乜唔出声？有啲可疑，镜子模糊不清。我怀疑方丈已经俾人上咗身，盐堆已经变黑咗。哦，弊啦，呢一区开始有啲诡异出现。方丈，方丈唔理我。主持，哇哇个头飞咗出嚟。哦，方丈凡人好小气，小气到连个头都飞埋出嚟。顶，迟咗一步。即系啲盐一变黑咧，我哋就尽快咩？八寸仙原来劲过方丈都唔够打。梗系啦，冇少林十八铜人喺度系争啲。哇！嚟到添，有怪物啊！小心，死啦！趁佢未发现之前杀咗佢。继续揾日记啊！揾日记揾，喂，煮餸啊，靓女，揾住啦，嚟几百佢两百先。哇！唔死咁坚嘅呢只嘢，靓姑嚟喎呢个啊！唔准食剩快饭餸啊！我都杀咗你啦，你先叫，会唔会太迟咧？唔准食剩晒啲饭餸啊！咁啊，好腥，点解咁多鱼喺度？方丈唔系食斋嘅咩？得到面线。诶，啲怪物烧自动生成啊！小心啲，摇下佢。浪，哇！浪。呀！做乜嘢啫你？日本侵华，黐线嘅你。OK， 搞掂。唔知点解咧？我睇咗日本片咧，即系嗰时侵华啲咧，唔系日本片，港产片，香港嗰啲片咧，日本侵华嘅时候啲鬼字啦，嗰时叫啊，即系日本人。好鍾意叫完一声怪叫一声，跟住就拎把刀埋嚟捅你㗎嘛，唔知做乜鬼事咁樣。 OK， 冇咩特别喎，得到棉线有咩用啊？周围都冇嘢咁樣吓，棉线我嚟做咩？又係仲喺度，我诶係咪呢个位？唔係，方丈呢度落到去㗎係咪呀？落唔到去喎呢度。咁我哋个棉线咁樣有咩用？继续周围睇下先，冇时间，尽快从呢个纸里面出去。OK， 攞完棉线我哋就走啦。原来啊，好，即系冷血啊，冰室啊，就咁望一望，唔好理啦吓，跟住就直接就走。喂，八寸仙嚟到，射佢，哇，有暗器，咩啊？大反击，竟然系一射完之后俾人弹翻个子弹过嚟，太可恶啦吓！八寸仙喺门口等紧我哋，咁我哋点搞？咁我走咯，直接啊，行唔到最尖，仲要可恶。喂，系唔可以射枪啊？你喺度，对住一只仙，你够胆射枪？有搞错？我咪明明唔系对住佢射。算啦，人哋全屏幕保护罩，不过我都要过去触发咗个剧情，我哋先可以走。Hello， 唔同你打，你赢，你好嘢。OK， 系咪触发到啦？好似冇咩特别喎。咁我哋应该点走呢？暂时有啲盐顶住。八寸。咁应该点行啊？我哋离开唔到呢个地方。我有啲咩特别嘅路可以行到呢？定系入厕所嗰度换翻啲盐，洒一洒，洁一洁净佢。我着咗对鞋噶咯，我应该可以走。等下我同你对望，咬我一笨，啊佢又唔咬我喎，不过啲声真系好多人惊，算啦，我哋继续周围行下先，卡关，太好啦你实在，啊应该要点走？我条棉线有咩用？棉棒又唔系，有棉棒就话啊唔系棉棒都冇用啊，男人老狗咁啊系，又要摇一摇佢，唔摇啦吓，嘥时间，冇理由想楼上跳落嚟啊！楼上呢个位置真系冇咩特别嘢喎，仲有啲咩地方呢？我咪攞漏咗啲嘢，定系要锁得好紧，即系唔喺度啦？定 OK， 冇特别嘢。哇！呢度真系有排卡啊，分分钟小心只怪物，死啦怪物！嗌俾只嗌杀咗你啦，仲喺度嗌，摇一摇佢，会触发到啲人。咦，呢边行到喎，原来
欸，地獄火焰獸，好耐冇見。食，哇！咁厚血嘅啲嘢，坦嚟喎呢啲啊！一個竹林喺度，竹林通常都好夜鬼嘅，我覺得。有主持，方丈份人好小氣，射咗方丈先。欸，可以遠距離襲擊到佢，好專心喺度求緊防。咁我就掹槍打死佢先。喂，好厚血咯，真係打唔死嘅呢啲嘢。佢真係打唔死咁樣嘅，勁誇張。算啦，咁我唔同你打啦。好多鹽，攞咗先，得到咗鹽，對聲音敏感。哦，不停喺度敲咧，佢就會喐唔到噶啦，係咪啊？但啱啱只方丈份人可以喐到。回想起老神代家嘅老家 ，OK， 是但啦，冇咩所謂。又有地獄火焰獸喺度，係咪？出嚟啊，火焰獸，竟然冇。小心，慢慢行啦，等佢背脊得住我先，掹槍打佢。哇！死啊你嚇，攞鹽我哋去潔淨八寸先。但其實應該唔驚，應該唔驚鹽啊，係咪啊？我始終唔係好明佢點解日本人嚇下下都驚鹽嘅咩？換身鹽，跟住咧，跟住就冇事啦，係咪？咁樣應該會好啲。应该会好啲咁，我咪走得啦。诶，走得啦，真系啊，太好啦！但系佢话要揾日记，我喺边度揾个日记出嚟？呢度吓方丈，今日系空日啊！里边放住香油钱，仲有香油钱不得了，冇咩值得注意嘅地方。喺边度揾本日记出嚟啊？我想问下，我喺间屋里边揾啦，睇嚟唔系，因为净手嘅钱，都可以直接离开噶咯。等下我哋啊，走啦咁我哋。无啦啦帮人洁净完嗰个地方，我哋就走，好似唔系几好咯。诶，哇，有武器嘅，小毛嘅枪，小毛嘅传呼机，有啲血迹喺度添，仲要小毛，弊啦，小毛应该遭遇到不测啦。如果冇估错的话，通关条件达成，又话揾日记嘅，点解系传呼机嚟？是但啦，冇咩所谓咧。不过今集我哋就暂时嚟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冇剧情的话，又有咁，我哋睇埋先啦。几年前做乜嘢？几年前发生啲咩恐怖嘅事？几年前我争人钱，我见到佢，跟住就走开，唔好讲笑啦。点样可能会喺呢一个世界啊？系确实真实存在噶。你俾我好好咁样睇清楚现实啦。你之前见到过嘅都系啲咩啊？就算存在啲咁嘅嘢，我都系一个警察啊。对呢啲嘢只能够视而不见啦。正正因为冇人管啊，所以我哋先要管啊，好好咁做落去睇下啦。呢啲咁嘅嘢会招嚟混乱噶，必须由我哋好好咁样管理先得啊！真系无稽之谈，我真系第一次听呢啲同疯子嘅理论啊！就只系因为你之前唔知道啫，只要唔好俾虚伪咁样掩盖事实啦。只要一味牵强嘅人，只会早就成为咗腐烂嘅废物啦。只不过系早就腐烂嘅废物，你都唔使咁悲观嘅。呢份工比无聊嘅日子刺激得多。呢啲唔系讲笑噶，我冇讲笑啊，认真讲一句啊。一旦你知道呢个世界嘅黑暗面，你就再亦都翻唔翻以前噶啦。我嘅应该系啱啱未入职嘅时候，啱啱入职，即系好似小毛咁做咗新人嘅时候嘅嗰种情况。哇，已经受咗伤。田边警官，冰室，最后都系受咗伤，跟住就升咗职啦。应该系，即系同怪异打交道就系咁容易，滋滋。跟住点？又多一个同伴死亡，系咪？即足警伤情嗰啲 friend， 跟住系咪有师傅啊？仲有呢样嘢 ？OK。咁好啦，我哋暂时嚟到呢一度啦，因为30分钟啦，太耐你哋冇咩兴趣睇，我知啦。啊，30分钟都叫耐啦，应该对于你哋嚟讲。咁好啦，如果中意影片，麻烦俾个 like 或者俾 comment 我啦。我哋下一集翻嚟先再继续。咁多位，拜拜。